护具，哦，因为它原本装甲车就已经包含升级80%的那个防御了，我们就改个100%吧。刹车用赛车级的，引擎、车灯全配，然后霓虹套件用，这次换个不一样颜色好了，紫色。喷漆就给它用个紫色，紫色还真难找，呵呵。好，紫色，亮紫色。呵呵，有点怪，不，没关系啊，先这样吧。那竞速级的4400，变速箱4万块，涡轮5万块，车轮的话我就先改强化，强化它其实已经有防弹的，烧胎就用紫色，14000，没了，先这样喽。加速有提升，然后转弯就比不起来，比起来输了那个库洛马，应该不能比吧？它装甲就已经有包括那个玻璃有那个防弹的功能，那这个是玻璃。来看看前装，前面的面板，它的面板是黄色的。把别人撞飞，自己没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